以前我很强呢，但是以前很强，现在很垃圾，退了，一级先把线退了。这个小绿帽，三级必单杀，看好了。就这样的英雄，如果你在王者局也是三级，90%单杀。不跟你吹牛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英雄太好杀了。第一没有位移，第二呢非常脆。他们只是六级之后爆发高而已，看好了。他这个血量已经到达我们的斩杀线了。W 一下，他的血量已经到达我们的斩杀线了。Q 小兵位移，放个 W，漂亮。这波学会了没有？Q A 一下，不要放技能，等 Q 到5秒的时候，再放个 W。哎，这一波中了，他死了，我操，我急了。这一波他是真死了。哎，我 W 放急了。W 一下，失误了。不，问题不大。当然他也没杀掉我。刚才为什么我等到5秒呢？我刚才那一波放到他就没了。他现在比我多个闪。猴子来了，先回家一下。我刚才拉刀怎么没拉过来呢？不应该吧？闪现拉刀讲道理应该可以拉过来的，把我的第二段 W 拉到了，来个150，那这一波就很奇怪了。嗯，都突两下，再有两下。漂亮，射得漂亮。虽然说你看我没有把这个小法师单杀了，但是呢，并不影响等一下我养他猪，因为等一下我是要养他猪的。这个小法太猥琐了，看到没有？等一下教你怎么养猪。虽然说我们六级之前没杀掉他，因为我刚才利用双招浪费了。双招浪费了，对面打野在我们家野区。当然，现在我们正儿八经杀肯定不太好杀，必须要拿一点头。这头怎么拿呢？头只有通过以多打手才可以拿，比如说2打1，以多打手。比如说上路，你看，猴子这一波可能在上路反蹲，有可能先跟队友说一下，我这一波抓一波上路。几率是不是就很大？翻墙来了，老弟，扣！你看，花花两头 ，Q。好像，那你这一步不死了？我翻墙了。你看，是不是发现这个头就更简单了？就跟你解题一样，你不能，你换一种思路解题，是不是就突然就解开了？翻墙 ，Q 接平接 W， 刮他一下，别急，压制他，他往野区跑，他不就死了吗 ？Q A， 这小法师挺猥琐啊！我等下提前做个叶之风再搞你，没办法，提前做叶刃可以，他这个技能太烦了。这不过这两个头拿的舒服啊。白给他两个头，来得久不如来得早。六级了，他没有闪现，这一波的话有这个，应该可以一套秒。等他过来，翻墙 ，W， 然后 QRA 应该就死了。推一下，不是很好杀他。下路抓一下，我们现在有1400块钱没有花。W 一下，翻墙一下，
可以，我操，这也行啊 ！QA 点蓝加速跑溜了，翻墙溜了，你有闪现吗？翻墙溜了，走，小小两个头拿下，回家一下，还可以吧？说我拿头非常的简单，回家，回家买个啥呢？来个小提亚马特，再来个小鞋。我在想要不要杀他，再来两个三个剑吧，三个剑。那我现在前期我这个装备伤害就很高了，好吧？当然直接出血的话伤害不高。现在的话以我目前的这个装备，杀对面其实不需要用大，能打出被动就可以单吃对面。但怎么样才能打出被动呢？他是个难题，因为他们不会站着不动给你打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打出被动呢，其实不是很好搞。先推一下，走去野区抓一波小瞎子。猴子可能在打石头人，有可能瞅一眼四级的猴，他肯定要过来的，我们站着不动就行了，对吧？反正他满血，他会回家吗？不可能的。 QA 就提亚马特死了，你在逗我？翻墙插眼溜了，上路帮一下小恶女，血量还可以。翻墙 W 一下 AQA 这提亚马特，再往回拉，叫 W， 我吐了，这也行吗，兄弟们？这也可以吗？不会吧？溜了 ，W 甩空了这一波，回家一下，嗯，来个巨石短臂，再来一双鞋。那这一波就不是很赚的，我靠！鳄鱼这个鳄鱼三杠一，我看他被动没打出来，他这个 Q 是满血 Q， 回来大口血这一波，走。F 六拿一下，小法在下路。小法在下路的话，咱们可以过去吗？其实我们现在过去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，因为我没有大，有大的话过去可以杀，没有大呢，咱们就老实实干嘛呢？吃一个塔皮，对吧？我们没必要去刻意的去抓他们，你要保证什么呢？自己发育的好就好了，对吧？这个队友啊，你能帮就帮一下，不能帮就算了。像这个墙呢，我就不要翻了，因为这堵墙等一下我要翻墙杀他。怎么杀呢？肯定会有水后问。等一下，哎，双 buff 看到没有？翻墙，压制一下，先 W 一下，再翻墙，往前追来。我没出血 ，Q 位移一下，火男过来呀，火男 ，W 一下。A Q R A， 这也是他的吗？翻墙 A 一下 ，A 提亚马特再 A W 一下。我这一波有闪现，他死了，没有闪现，帮他把这波线给他推一下。感觉可以越塔杀这个维恩，这维恩状态不是很好。现在叶刃买不起，三出血。走，小法师传送下路了，看一下能不能支援一下，有机会来了，老弟。下路有双 buff 吗？威恩有一个双 buff， 漂亮，来了，两个残血，机会来了，翻墙，先杀威恩，有双 buff， 那就杀一下小法。漂亮，300块到手，
不然的话，一技能给我打断了，那没啥办法。猴哥只有五级反打，溜了。猴哥等级有点低啊，这猴哥。回中路把线推一下，我们家队友有峡谷先锋，打野有点小崩，推了。嗯，推了，太惨了这个人。嗯，推塔，推塔，溜了，偷个野鸡。哎，看什么老弟？回家了。这猴子，你别看他是满血，懂吗？等级越高，血条越低呢，不一定他的血少，因为他每升一级，他加的属性不一样，懂吧？他虽然说是满血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他其实就是残血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有些人说我说他满血在外面浪呢？对吧？就这个原因，这个猴子就是属于在满血在我面前浪，一套给他秒了，走。这个上门送人头，谁顶得住啊？推了。对面也九级，对面等级不是很高啊。嗯，是一个狠人。来了，老弟，追不到了，没办法，他要去塔下，他可能会死，翻墙。哎，这个塔有问题啊！我靠，这塔有问题啊！带自动攻击是什么意思？血量有点低，是那个猴子有大的，稍微小心一点。我这里是没有大的，我这里是没有眼的。等一下，我这个血量太危险了，我得回家一下。三郎拿一个，其实这一波其实可以反杀这个谁呢，反杀对面的维恩，但是我肯定会死。嗯，没有必要反杀他。走，战锤来一个，再来一个扫描，有点可惜。嗯，你们谁有？等一下我，你们是喜欢看这种局呢，还是喜欢看这个什么局呢？讲道理啊！打分段高一点，肯定不能屠杀，只能通过运营玩套路，好吧？但是感觉直播间的水友应该是喜欢玩那个套，喜欢玩套路嘛。红 buff 没有，他红 buff 打了，他应该回家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草里有个鱼，简称草鱼。吃个石头人好像不行，算了。让他出一手。嗯，有人说主播我想看黑铁局，有人说主播我想看玉区钻石局，真的吗？嗯，玉区钻石局应该是可以的。看到猴哥没有 ？QW 亚马特翻墙。他是没大的 ，Q2A， 100块钱到手，退他。有人说主播我喜欢看爆局，啊哈，这位水友有点猥琐啊，点名表扬一下，回家买个幽梦。走，
远程主播，我想看暴局，可以。来一个钻石局，怎么样？明天咱们12点以后就是一区钻石局教学，怎么样？钻石局应该不低了吧？可以吧？钻石局应该不嫌低吧？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局有点低了，推一下。文恩的话6级，翻墙 QRA， 翻墙 QRA 接 W 就死了。先推一下，这锤是有意的，走位一下，差点蓝 buff， 一区钻石棋可以的，兄弟们。下路给他带一波下路，不要着急。嗯，回家1400块钱，钱还可以。有人说主播，我想看黑铁局，兄弟们，黑铁局和钻石局，大家选一个。嗯，你黑铁局。你要看啥呀？看那个队友的下饭操作吗？啊，有点小卡，这个感觉有点跳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这里是没有眼的。溜了，确定？哎呀，谢谢你，确定吗，朋友？Quadra Kill， 还有个猴哥呢，猴哥，你真了不得，有点贱啊！为什么不让我补他？你妈的包子，这一波过分啊！这猴子居然不给我老是感觉跳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有人说主播，我想看人机局，可以？你们怎么越说越不上道了？感觉越说越不上道呢？嗯。跳屏这一波不跳屏他就死了，兄弟们。可以，我吐了。夜之风筝来一个。不是，我这个 FPS 其实还可以啊，我这 MS 也是56啊，为什么感觉会跳屏呢？哦，翻墙呢？你看，你在逗我？现在这个版本猴子他这个隐身他会有一段小位移的，这个就很恶心了，他这个小位移太烦了。偷个小鸡吧，你看看到没有？你在逗我？是不是因为我在北方玩那个电信区会卡呀？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？
应该是这个号有问题吧。贵贵FPS 越低越好，你那扯淡呢你。FPS 越高越好，好吧？怎么是越低越好？你在逗我？可以了。嗯。我感觉北方要开个加速器才行。我现在人在北方玩一个艾欧尼亚，感觉要开个加速器，不开加速器确实有点跳屏了。没看懂，亏了。幻影刀法，还带漂移的。这队友带漂移是什么意思？而且那个小兵看到没有？这小兵怎么能追到我到这边还在 A 我呢？回家一下。嗯。北方适合玩个网通。嗯。下线买一个黑切来一个。丢包了，丢包了。嗯。我这边跳屏，对面的那个视角是不是也在跳了？溜了。我这里没有眼呢，已经死了。这还玩什么呀？这还玩个锤子？这个带漂移也太旧了。嗯，换号了，换号了，确实得换。我你看这是啥？再 W 一下。啊，再 W 一下，啊，再 Q A 提亚马斯一下，再闪现了，交给队友，等一波大，八秒钟大，翻墙绕一下视野，幽梦开起来，再翻墙绕视野，然后呢，继续往前追，再翻墙 Q A， 你看这一波死的，说实话，我是真不知道怎么死。跟昨天晚上带小姐姐一个道理，卡了，没有看懂。黑切来一个，北方都是玩网通的是吧？那等一下去玩一个德玛西亚的，应该不过分吧？他这个太恶心了，搞人心态。嗯。兄弟们，给我发一个这个网一或者网二的号，皮肤号就可以了。段位不限，你把你的段位和大区账号密码可以发在我的微博里面，好吧？我的微博叫做主播志勋，他的卡的想吐，现在卡的想吐。
AOE 打足了，让队友收割了。这一波的话，伤害已经拉满，直接推塔了。王几都可以啊，王几都可以。对了，嗯。应该不是网的原因吧？嗯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这个网是电信的呀，网是电信的，你让我玩联通的，啊，网通的是什么意思？伤害是全场最高的，上线解一下。嗯，